啥意思啊？你们几个棒槌要跟林老师学做衣服啊？愣着干什么呢？把布料收起来，行动！哎，别动！我特意安排了陈峰和他的女儿，还来我们杂志做了一期专访。我帮你疏通了所有的人脉，可是你现在告诉我，我就是你的一个幌子，你让我怎么去跟我的朋友还有集团内部交代？